大家好，我们是亲子同享。那我们今天要住的是什么饭店呢？阿里山宾馆的现代馆。阿里山宾馆的现代馆，我们现在住的是豪华四人房，可以看得到床非常的大，有两张大床，是那种6×6.2，很大很大的床的感觉，很舒服。好，那我们首先看一下，就是右手边的部分呢，就是衣柜，然后两张床，然后电视。然后前面的部分我们从哪里逛起呢？从这边逛起好了。好，来，然后左边的部分呢，就是会有洗手间，然后两个洗手台，超棒的。好，那沐浴用品在这边，哇，不错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哇，好贴心哦。还有这个小小，你看，就是棉花棒之类，它这样子的摆饰还蛮漂亮的。对，两个洗手台。然后呢，还有毛巾，对，吹风机，这边蛮特别的，还有浴袍也好高档哦，所以有四件哦，因为这是四人房。好，那就是淋浴间有浴缸，跟四分离间，哇，旁边外面还有阳台耶，对，我们出去看一下。好，那就是电视部分，还有个小客厅，对。哦，还有什么暖炉吗？哇，还有小客厅，这边开起来就可以看。好，看一下。啊，这边有江南咖啡，这里。哇，江南咖啡机吗？看一下。对。哇，这边。好。哇，还有方块书。哇，对对对。方块书，庄家方块书，还有什么茶包？好。它这边还有副茶叶，可以直接泡茶。哇，好高档哦，就是送一罐茶叶耶。好可爱，那我们看一下，中还有一个阳台，对不对？阳台这边，好，外面的阳台，我们看一下。哇，看一下喽。看，还有一个外面有桌子椅子。哇，吸收分多精的地方。是啊，森林。哇，这边的空气真新鲜呀。好喽，介绍到这里，这里就是阿里山宾馆的豪华私人房，这是现代馆，他们有分成新的跟旧的，这是新的现代馆哦，所以跟之前的印象是不是不太一样呢？不会是旧的哦，而且是很高档的私人房，豪华私人房。好，谢谢大家。